你现在好瘦哦，你已经瘦到，我看到你的背影，我不知道是你哎，我今天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还有人大喊："哦，飞轮海，飞轮海演这个舞台剧哦。"哎，吴飞，你知道这什么吗？不知道哎。爱情啊，啊，你知道这什么吗？钱。心动。其实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其实有注意五尊，如果我们不选颜值的话，喂，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体育系的这个背景，那我刚才游泳的部分，我其实不是看他的速度，而是看他的动作跟姿势，其实是好的，是好的，只是他可能毕业之后身体的管理不是太好，他也破了我们全明星运动会一二季体型是比较奇怪一点的选手的参赛。其实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赛制开始之后应该大家都会变瘦。为什么？我去演舞台剧演了两天。你现在好瘦哦，你已经瘦到我看到你的背影，我会不知道是你耶。我今天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还有人大喊："哦，飞轮海，飞轮海演这个舞台剧哦。啊"哎，我觉得这一集那个吴飞的表现很好哎。对，我也觉得。赶快！哎，吴飞，你知道这什么吗？不知道哎。爱心啊，啊，你知道这什么吗？钱。心动。这个草泥马。啊！哎，羊驼。过年了，要过年了，快！好可怕。大家了，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我讲是这样子啊，我希望了在2022年，大家可以赚很多钱钱，但前提是钱钱跟米可白不要搞混。我才是米可白，他不是米可白，他是钱钱。啊，拍谁啦？拍谁？米可白。米可白。难得。他不是米可白，我是米可白。哎，你们知道玻璃掉到地板之前会说什么吗？玻璃就是玻璃掉碎了，他就说晚安，因为我要睡了。哦，拜拜。哎，我忙啊，我是声音啦。来做岛最热，套丁岛。对啊，你撩到平号了。所以就有一天，有个人他就骑马，哎，快到悬崖了。然后后面的人就哇，糟糕，要掉下来了，快乐吗？他就回答说，我很快乐。然后就掉下去。
肌哦。我最有哎、欸，我去腹肌渔港练的哦。开始有腹肌渔港，是不是觉得我很难聊？因为我没有去南寮渔港。南寮渔港旁边什么？没那么难聊。观众朋友，吃水的啊，吃水的又没有大了，吃水的啦。天伦水泥，你知道哪个艺人最容易饿肚子吗？谁？他是中岛美嘉，与中岛美嘉，哪一座岛最热？靠中岛。对啊，所以我跟你出去只能约中午，因为我早晚会爱上你。啊，陈姐来，陈姐，吴尊，吴尊，举起来，那个便当要拿起来，不要休息，那个肉不要吃掉，不要休息，还有肉，那个骨头上面还有肉，举起来，吴尊。你有想过贤姐的感觉？你有模仿过给贤姐看吗？她说：“我模仿她说，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今天怎么会有便当呢？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便当的部分又有人提到便当了。今天怎么会有便当？今天便当呢，刚好在桃园，我在桃园住，所以呢，我的朋友的店在附近。然后我希望大家呢吃好，然后我们好好的下午把比赛夺得胜利。哇、小美哥，所以今天小美哥请便当，太帅了！哎，我们今天除了便当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大家，我们一起。无语。因为刚好我朋友店在桃园这边，哇，店都在桃园，店都在桃园，确定吗？我刚不小心重复你的话，对啊，希望大家喝好吃好，喝好吃好，然后安心的比赛。所以今天的部分都是蓝队负责出钱出力，红队都没有，红队都没有，哇，红队，所以你们现在是吃人的嘴短，嗯。我们，那帮你还他们，所以我们要检讨，你要检讨，我们检讨，检讨，所以我们因为上周我有点表现，上周，人家上周已经给你们筋膜枪了啦，筋膜枪啊，筋膜棒，想要问一下蓝队，知道我们昨天在社群上面有 po 什么东西吗？1月22号，我们现在是让观众投票决定。我们在上，大家赶快投起来。这样子，大家也可以抢。这个，不是，我想是这样的，是因为大巨蛋还没盖好，所以先带小巨。所以市长要来帮助我们吗？我想是这样的，我也希望可以，到时候我也想到场去看。市长，你帮我就是请选手，请那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看我们进小巨蛋，就按个爱心或是加一之类的。我想是这样，我希望我们进小巨蛋按个爱心啊，给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诚意。我想是这样，按个粉至少要按赞，赞按一次就好，按两次就收回。小美哥，没有啊，你不要这样乱。然后今天请大家吃饭，对啊，我叫吴尊请大家喝饮料，他结果他跑去买什么如意，我要大家喝清醒。我刚刚帮他们打扰，好像。啊，陈姐来，陈姐，吴尊，吴尊，举起来，那个便当要拿起来，不要休息，那个肉不要吃掉，不要休息，还有肉，那个骨头上面还有肉，举起来，吴尊。你有想过陈姐的感觉？你有模仿过给陈姐看吗？他说：“我模仿他说，我再给你一点时间。”看来是不够像。OK，啊、那请继续再接再厉。好，我继续努力。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后来。